我是公关列车的，那112年了，2月20号，台北站，8:34，坐8/24，开往基隆圈的站，台北站十里哦。现在有一班402次，应该把这张阳性卡刷新的超优质，因为说要上面容易就把行程开车。935000块啊！哇，到5车4车，快就可以了。935000块车，对，台北站10号，去关了也麻烦。8:35，开始自然就麻烦。还有15号线了。